黄子佼求婚成功，宣告与孟耿如携手一生。黄子佼、孟耿如确定携手一生，图翻社黄子佼脸书20万01803.31。黄子佼终于出面坦诚，昨30天在自己的46岁生日宴上，跟女友孟耿如求婚成功了。现场包括恩师张小燕、好友李明一等众多演艺圈好友，全都一起见证。黄子佼透露，虽然想要低调，但还是公开宣告要跟孟耿如携手一生。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黄子佼在46岁生日宴上终于向孟耿如求婚成功，孟耿如更秀出左手无名指的闪亮婚戒，开心的喜悦溢于言表，恩师张小燕更是在一旁笑到合不拢嘴。黄子佼也在脸书形容46年来最开心的一次生日。好友们齐聚见证黄子佼求婚成功，图翻社黄子佼脸书20万01803.31。其实黄子佼早就跟小19岁孟耿如求婚过2次，但都被打枪，每次孟耿如都给他软钉子，对外表示想先判事业，让黄子佼也只能无奈改口说婚事不急。这次终于求婚成功，叫许多网友都大喊恭喜，替他们二位高兴。